原标题：吴三桂用弓弦绞死永历皇帝。专家：真相揭开，吴三桂被冤枉400年。提起吴三桂，很多人恨得咬牙切齿。如果当初没有吴三桂带清军入关，恐怕我们也不会被异族统治近300年，也有可能避开近代百年以来的屈辱。吴三桂本是前明重臣，其父吴襄是守国人，因组织团练有功被朝廷封官嘉奖，而吴三桂自然也就成为那官二代。吴三桂本是辽东人，后来跟随袁崇焕镇守山海关，成为了明朝的一员骨将。崇祯皇帝即位后，吴三桂更是崭露头角，连崇祯皇帝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吴三桂竟成为了自己的救命稻草。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围攻北京城，崇祯皇帝将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了吴三桂身上。吴三桂听说京城被围，心急如焚，快马加鞭率军驰援京城，结果刚刚走到唐山一带，听说崇祯皇帝已经自缢身亡，结果吴三桂便返回了山海关，在各种势力中虚与委蛇。李自成本想招降吴三桂，吴三桂也将城池交给了前来交接的唐通，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又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，自己的父亲吴襄被关押，一怒之下，吴三桂返回山海关，杀掉唐通，发誓与闯贼池不两立。后来，吴三桂写信给多尔衮，希望向清朝灭兵为先帝复仇，但没想到清军趁虚而入，一路上烧杀抢掠。吴三桂此时已经知道铸成大错，只好将错就错，率领手下一起剃发，向顺治帝称臣，被封为平西王。此时的吴三桂成为了明朝降将中的楷模。后来令清王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，南明王朝在南方崛起，尤其是桂王永历政权更是声势浩大，在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帮助下，攻克了南方大部分地区。顺治皇帝甚至想与其划江而治，被永历朝廷拒绝。后来吴三桂南下平定桂王政权，将桂王朱由榔在云南昆宁用弓弦绞死，世人因此痛恨吴三桂被主投敌，为求主子的恩典竟然下手如此狠毒。但是历史总是有着很多迷雾。然而在贵州省遵义市境内的余庆县城附近，有一座小山上的一座七级佛塔，疑似南明永历皇帝的最终归宿的。堂堂的大明皇帝为何会在佛塔中圆寂？吴三桂不是亲自杀掉了永历皇帝吗？永历皇帝为何又会出家为僧？在能界师塔铭中，我们进一步确定了身份。能界师塔铭中记述直言不讳：“本师和尚非所谓道德者乎？和尚乃一皇上家子也，实职兵戎，是我前邦，识仕途之险恶，知生死之沉沦，因古老之意而提，成名曰古佛山圆觉堂也。”通过余庆县志的记载和当地挖出的许多永历年间的钱币，再加上佛塔中许多奇怪的皇家规格，专家们推测这座佛塔其实就是永历皇帝的葬身之处。那么永历皇帝为何会出家呢？有专家就推测，吴三桂当年其实并没有杀掉永历皇帝，因为他早就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，因此就留了一手，万一清朝统治者要除掉自己，那么吴三桂就将推出永历皇帝，继续扛起反清复明的大旗，因此他将永历皇帝藏了起来。可是令吴三桂没有想到的是，永历皇帝死在了自己前面，结果到了康熙削藩的时候，吴三桂只好背负骂名自己称帝，而后是将残忍杀害永历皇帝也当成了吴三桂的一条大罪。实际上我们确实冤枉了他400年。康熙17年1678年，吴三桂在衡州（今衡阳市）登基为皇帝，国号大周，建都衡阳，建元昭武。同年秋在衡阳病逝，追谥为开天达道，同人即运通文神武高皇帝。
其孙吴世凡支撑了三年之后，被清军攻破昆明，三藩之乱遂告结束。参考文献《南明史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